虽然说以前我住在中部的时候，中部的早餐不是吃大面跟卤肉饭，不然就是炒面。只是没有想到人在这边也能吃到炒面当早餐，感觉还不错呢。我们先来喝一下他们的汤如何吧。哦，好香哦！哦，我喜欢这个汤啊。那我们来吃一下他们的炒面吧。哦，有这炒面很中部。那我们来加一下他们桌上的酱好了。这应该是他们加水晶饺的酱吗？不过我们加在炒面看看好了。因为吃这种炒面没有加辣酱，会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。我觉得这个酱我可以耶。我们再来加一点这个酱吧。哦，那我们来吃一下水晶饺吧。我们先来加他们桌上的酱油看看好了。哇，这是他的招牌，我们就来吃吃看水晶饺好吃吗？哦，它的内馅很不一样，很香哎，这个肉。没有想到今天能在苗栗吃到这种中部的早餐，超棒的。哇，好，那我们吃饱喝足了，我们就准备前往下个目的地咯。
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土豆，我已经准备好了城里钓组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丢我们的脚底耶，这边应该是可以丢的哦，也许丢底下就会咬了。OK， 抛下去收字线，因为感觉这种出水口是最多鱼的地方啊。有鱼了，这咬了，哎咻，哇，饵被吃掉了，哎，又没起来。我们等下一有号就开枪，哎，有号，终于，呜嘘，终于，哇，我们中了什么鱼嘞？哇，好可爱哦！原来是那么小只鱼在吃哦，难怪会放枪。OK 啦，来吧，吹雷。我们先丢到出海口，哦，终于，呜嘘，呜。哎，我才一丢出去就中鱼哎 ，Yes， 安安，呀，呜。哎，花生呢？哇，竟然是花生呢！哇，好凶哦，一丢出去就咬哎。我们先把饵放在前面试试看好了。哎，中鱼，呜嘘，中鱼哦，呜嘘，耶，哎，哎。可以呢，哎呦！哎，有鱼在咬，终于，呜嘘，啊，终于啦！哎，怎么又是你呀？哦，给各位看一下，又是这一只小可爱，怎么回事啊？OK 啦，吹雷。哎呦，终于，呜嘘！哎呦，终于，呜嘘！呜，中什么鱼了？呜，有拉力哦，这什么鱼？哎，怎么好像脱钩的感觉啊？哎，鱼还在，鱼还在，呜，哇！哎，各位，又是一只小沙梭，哎，好可爱哦！吹蕊。终于来到这个点。有鱼在咬了，呜，终于，呜，哎，也是突然，哦，突然的呢。野场鱼超杀的，它都一口直接咬下去。这什么鱼啊？哎耶，哎，结果又是沙梭哎，不是吧？终于，耶，这只体型 OK， 哇，原来刚刚都是他一直在那边偷吃饵啦，因为他嘴巴很小，所以比较难着钩啊。可是这次终于起来了吼，哎，我觉得也是不错啊。虽然说这个体型也是蛮小只的，不过他嘴巴小小的，竟然可以着钩。已经很满足了，很满意了。那我们就准备前往下个目的地吧。哦，
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苗栗火车站哈，我现在准备坐火车回北部了。虽然说这次来苗栗两天一夜旅行，整体上都非常的顺利，但是说还是有些遗憾的。在刚刚还车的时候，租车店老板他竟然送了我一个他们当地的名产，这个苗栗市百年老店地瓜饼，我真的很感谢他了。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这班列车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但是我并不孤独。最近我从桃园搬到汐止去生活了，虽然说人生有许多选择，还有一些机会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都不要后悔了。虽然说刚离开桃园的时候我心里也是充满着忐忑，非常的不安，不过好险一切都撑下来了。也谢谢你们愿意把影片看到最后，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咯，拜拜咯。